晚上的11点多，我刚才饿了，给自己煮了个泡面。今天白天我跟小吉，我们俩不是吵架嘛，我要回河南，然后他就骑了3轮车把我给接回来了，没让我走成。到从回家到现在呢，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一直在这喝酒，还喝呢。我刚煮了泡面，吃点吧。不吃。都喝了4瓶啤了，还喝嘞。我明天走了，明天早上6:40的这个车，然后我回家待一段时间，你就自己先在这儿吧，待着吧。你走呗，谁不让你走了？天哪，这些事说。没有一点挽留。你不说你要回家吗？意思就是我回，你让我说要回家，然后你就让我回了呗，就不多说啥了呗。那你回家了，我不让你回，我绑着你不让你回家，别照我了，我别老照我这些东西。行行行行，感情算是到头了，哼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我们俩吵架，每次吵架都是这样，谁都不愿意低头，结果呢就是这样，就话赶话，完了。我明天反正我是要回去了，我不管他了，我爱咋地咋，爱咋地咋地吧。我今天把东西给收拾一下，明天早，今天早点睡，明天早点出发，回家待一段时间吧。我已经1年没回去了，过年的时候也没有，也是没有回去。我妈也前几天给我打电话，然后问我啥时候回去，反正也是想我了。现在呢，家里的货也卖没了，趁着这段时间我回家多待一段时间。完了，让俩人也冷静冷静。天上吵架也不是一个问题啊，也不是一个事儿啊。天上吵，山上吵，谁能挨得住天上吵呀？再好的感情，天上吵也就淡了，也都没了。都冷静冷静吧。吵架不是我一个人事儿啊，你少在视频里管说我。那不是你态度的事情吗？你态度好啊。我态度好，那你把我火给压下去不就行了？你刚开始选，你刚在我要生气的时候，你把它掐在火苗里不就，掐在这个摇篮里不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要任由它发酵呢？不想说就不想说呗，我回去你就自己好好在静静吧，咱俩都静静，看能不能还要不要继续谈这段感情。反正正好吧，这次。正好吧，趁着这次我们俩也吵架，然后也有空，我就回家多待段时间。我们俩这段时间天天吵架，天天吵架，完了，然后呢，每次吵架吵特别的厉害，这次是吵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。我们俩谈了也有3年了吧，3年多了，这3年呢也没有咋分开过。这回呢，我多回家待段时间，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吧。完了。俩人都想想，看这段感情要不要再继续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